我说美女，你今天的体力可以啊，以前只能做一个，今天怎么能做这么多呢？哎，没办法，想减肥啊，你就得坚持。我每天晚上都在家练习，哼，要不然我能做这么多吗？我说美女，这睡脸一点都不结实，你悠着点啊，别再把你掉下去。哎，我去，哼，这一点事都没有啊，不行，哼，今天啊，我也试试。我操！这家卤肉店的生意啊，实在是太火了。你看看，这么多人在这排队，要不说人家这火呢，你看看人家这大肥肉多肥，哼，就这种肥肉啊，哼，我也喜欢吃。当我看到眼前这一幕啊，属实给我看惊呆了。这不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吗？哼，这工作啊，工资不工资的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，嘿嘿，我喜欢撒钱。我见过打农药的，没有见过你这么打农药的，还双管齐下，真的，就你打农药的这种方式啊，嘿，整不好啊，容易把你送走。